这个太细了，没有。还有说着说着，顿时的三万安打出现了，这是中信兄弟顿时的三万支安打。很荣幸啊，刚好又是这一支，对，因为第三万支不可能是只有自己的那个功劳嘛，一定是前面很多学长啊，然后一些同学们，包括学弟们，他们因为有前面的记录，所以才会有这第三万支安打。对，所以我不会觉得说特别怎么样，只是说还是要，应该说。怎么讲？就很荣幸可以刚好这个第三万支这样子。这一棒打得很扎实，球还在飞在中间方向，中安所不看啊，出去了。当下没有，当下没有，他就继续打，他就投球嘛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就又被知道打出那只手，对，就很神奇。有可能什么力量吧？对。